个是斯洛文尼亚的天蝎，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英国的品牌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牌的品牌，当然仅在欧洲非常大牌，叫 Quicksilver， 这叫快银。那 Quicksilver 用的是二保环。喂，你好，陈总。那个66跟那个QS 看有没有啊？有，我去买台车试一下。有现货，赶紧把车开过来。先去买车。好嘞，赶紧的，等你。为了一个排气买台车是吧？这是六六哥说那很屌的排气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很大的哦。哇，可以可以，买一个买一个，好好好。真的跟六六哥说的一模一样，你看这焊工还不如我峰哥自己焊的。不过等声浪吧，追求的就是声浪。啊，无情，好了，收拾，来了。